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一路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嘅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嘅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嘅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嚟嘅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喺生查理斯王子嘅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先能够顺利咁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啦。同类疗法喺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嘅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同埋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就叶酸膜，就叶酸膜 Rumex Crispus 英文叫 Yellow Dog。 就叶酸膜在同类疗法是可以说有两大的应用的地方，主要是在肺和皮肤。就叶酸膜可以说是一个很常用的很好用的急性咳的疗剂。肺叶酸膜那种咳通常是比较是属于干轻轻声，同埋呢就有少少撩下撩下嘅。咁佢点解会咳呢？就佢成日感觉呢喺个喉咙定呢，佢有啲嘢想撩下撩下佢咁样嘅。咁亦都有啲人呢就有咗感冒啦，咁感冒之后呢剩返嗰啲咳呢係咳好耐好耐嘅。呢种梗係有种刺激嘅有啲轻轻声嘅咳。咁佢就嗰种咳呢，佢话俾听呢，好多时候呢都是因为那个喉咙定呢有啲撩下撩下嘅。就叶酸膜呢个咳呢亦都会好多时候是因为受冻嘅空气吹风引发。咁所以佢多时候呢你见到佢哋呢就会包住嗰个口，冚住个口，包住条颈，就唔想啲风呢係接触到佢嘅。咁有时候呢佢哋会可能要冲凉啦，或者除衫啦，咁呢一除咗衫呢佢就会咳㗎啦。咁亦都好多时候呢佢哋会喺讲嘢佢就会咳，因为点样呢？点解会呢？因为讲嘢嗰时候呢佢就会吸到啲冻嘅空气入个喉咙嘅。咁呢种情况之下呢、那个就叶酸膜呢就入都会出现咳嘅。佢哋对嗰、那个天气嘅转变啦，温度嘅转变会差嘅。讲嘢就会差，因为讲嘢都系呢冻风就入嗰个喉咙。咁亦都情况呢就系、是可能系一种敏感嘅疗剂啦。咁通常呢佢哋敏感嘅时候呢佢发现呢佢系好多咳
多个打疵啊，同埋加上有少少鼻水流嘅。好啦，皱叶酸膜咧，另外一个应用咧就系个皮肤嗰方面嘅。咁主要个皮肤个症状咧就系痕啦，有啲庆啦，啊，你越拗就会越差啦，冲凉就会差啦。咁呢个咧就同嗰个硫磺咧好相似嘅。咁皮肤都系嘅，你要如果你打开件衫咧啊，就会差啲啊，即系你冚住佢就会好啲。咁呢个同个咳系一样嘅，系唔可以接触风嘅。啊，皱叶酸膜咧，你系一个啊系好好用嘅疗剂吓，尤其是对喺皮肤啊咳啊干咳、敏感咳同埋皮肤嗰方面咧，系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